对人民币的话，大概是4.5到5之间，然后对台币的话，大概就是25，就是我觉得二十左右，我觉得都对，二十左右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区间，我觉得对，都可以先换一点。现在2022年开春，现在很多的海外人士都要准备要入境澳洲。那我现在收到最多的询问，就是在有关 money 这件事情上，他们要在澳洲要开户，银行开户，所以大概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证件，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去澳洲开户。然后第二个，他们最常问到我的就是汇率，因为现在汇率对人民币，我印象好像4.5、4.6。然后对台币是低于20，19点多。那但所以站在我的角度，我是觉得现在澳币的汇率都偏低啦。实际上，我觉得都对，是没人错。民币买进啊。那今天刚好顺便请 Gavin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聊一聊，就银行开户的问题啊，然后还有这个汇率的问题，你的看法。好，没问题，Jerry。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确实这个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嘛。因为你去到澳洲，第一步肯定就是先有一个银行的 account，要不然的话，你所有的东西没有办法进行。但是澳洲的银行开户其实应该是，应该是在西方国家里面是最友比较友好的，因为其实你只要带着你的 passport，并且是一个有啊呃，另外就是你的一个有效签证。基本上你去那个澳洲的那个 Big Four 都能够开户，像什么 NAB 啊、CBA 啊、Westpac、ANZ，就我们最常见到的这四大银行，基本上就可以拿着 passport 跟那个签证就可以去开户了，它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要求。那他们偶尔有没有？因为我印象中当初去的时候，他们还需要一个澳洲地址。那对于一个新移民而言，或新的留学军，如果他们还没有住所的话，地址这方面怎么搞定？你说是那个，他其实这样子的。如果你是去旅游的客户，就如果你可能预见着你先去旅游去考察一下之后才去澳洲定居的话呢，你是可以写海外地址的，你是哦，可以可以。写你的海外地址的。对，但是就是比较好的建议就是说，你肯定是要有一个固定的澳洲住址，并且是有一个澳洲的mobile number。这样子去开户会更好，因为很长一个事情，我们见到就是说，你澳洲 Internet Transfer 你是需要收那个 SMS code，虽然你是可以提供台湾的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那个 mobile number 给他们，但是有些时候会因为 IT 或者技术原因，你收不到这个 SMS code，那就会比较尴尬。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说，当然就是开户，你只需要 passport 跟签证。但是如果你已经登陆了澳洲以后，我是建议大家是有你的那个mobile number，还有一个那个physical address，就是 postal address，这样子会更好。会更好，对对对，是。所以现在开户，现在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他一定要看到你，对不对？因为我们之前有客户说在海外，然后直接可以线上这样开户，银行，对对对。因为他没有看到你本人。因为我们的那个现在澳洲银行本身监管是比较严嘛，然后他们现在推行的一个叫做 KYC，就是要 Know Your Client，所以必须是 face to face 见过面才可以，不像以前就是说你直接线上都可以去开一个那个 account。其实现在唯一比较困难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本人去branch 那边去开账户。仅此而已，但其实对于一些文件上的要求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就是以 passport 跟那个有效签证就可以了。好，了解。那汇率呢？汇率你怎么看？对于2022年，你觉得现在汇率，现在客户应该可以逢低捡一些便宜吗？横竖都要在澳洲都要花钱，都要用澳币了。是，那个关于汇率的话，我也觉得现在确实。其实我们看汇率的话，一般是看一个比较中长线的一个 average 嘛。如果我们去看过去5年到10年的这个时间段，现在这一刻它的那个澳币的汇率是其实是非常的友好的。你想一下，就以前可能台
就是新台币兑那个澳元可能都要25或以上，就是相对比较高的时候，然后稍微低一点要20到25，但你刚刚提到现在最近已经是在20以下了，其实是已经是一个历史低位，但我们不可能说你就外汇嘛，我们不可能说哎，我们每次换都是在最低的时候，但是其实如果觉得现在这个 average 是不错的话，我就觉得可以去换。但确实现在，因为澳洲经济要刺激经济嘛，所以说它不可能把自己的那个汇率抬太高，不然的话，它的那个 export 出口的这些生意就没办法做了。是啊，所以其实站在我一个 agent 的立场，因为我们的佣金是拿澳币来着嘛，所以我当然是希望澳币可以上啊。可是我因为我不知道，是是是，因为澳嘿嘿，洲它是。当然是希望它的汇率维持低点，才能够让它的出口继续的增长上去啊。所以这个低利率的这个政策，低汇率的这个政策，我相信这个在未来这一两年应该还是会继续保持下去啊。那对于海外的这些观众们而言，其实，如果你对人民币就是低于4.5、4.6，然后对台币低于20，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就是分批买进、分批持对，有没错，的一个对有的。利的位置了。就是说，在这个汇率段的话，你只要你手上，我觉得如果你是想兑换的话，只要你手上有钱，我觉得都可以逢低去吸纳一点。但是对人民币的话，大概是4.5到5之间，然后对台币的话，大概就是25，就是我觉得二十左右，我觉得都对，二十左右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区间，我觉得。对，都可以先换一点。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Gavin 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希望2022年的时候大家能够一切都顺利啦。对，我们也对，我们希望一切顺利，我们也希望可以快点见到面，不需对要。啊，好，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期再见，好，没问题，谢谢 Jerry，拜拜。拜。